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猪。在动画《超力篇》第46集《超力巨神挑战这五颗陀螺》，非常的轻松。而在现实当中，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吗？让我们来试试看。Go， 巨神先下。好，等巨神到中间的时候，五颗在一起下来吧。Go！ 哇！剩最后一颗了，加油，巨神，大爆女神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获胜吗？没问题的。哇！剩最后一颗了，加油，巨神，大爆女神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获胜吗？没问题的。动画果然没有骗人。